大家好，欢迎我的学魔力。萱萱明天会要上课对吗？对。然后呢，我们明天就会拍萱萱的学习日常篇哦，从早上到晚上，萱萱一整天。爸爸妈妈没有做工，爸爸妈妈放假，所以呢，我们才能拍萱萱的学习日常篇。没有的话，妈妈还要工作，妈妈是没有空去拍她的。所以呢，明天我们就要拍给大家看咯。Let's go！ 欢迎来到我的炫目币。喵喵，我去刷牙牙了。他们的学校是用 Google Meet 和 Google Classroom 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已经把每一个科目呢都已经放在上面了。萱萱只是按进去，然后他就可以 meet 到他的老师。第一节课是叫他们抄书。萱萱早上都会喝一罐奶奶露，以前，然后现在他长大，他已经没有用那个奶奶罐了。他现在我们是泡进杯给他。点了咯，要进五个瓜子。哎，是啊，第一堂课是什么课？英文啊，你看，现在自己进了咯。啊，很多小朋友在等着。Good morning, Miss Ho。Thank you, Miss Ho。把书收起来喽，上完那一个课。体育不用上课，体育过后就休息一天。嗯，之后他现在继续做早上老师给的功课。萱萱的课呢，会是从4:30上到1:00哦。然后呢，收发呢，他现在都可以自己进入他的 Google Classroom， 然后也不会说一直要爸爸妈妈帮他们 set up 咯。现在萱萱去嘟嘟 list 那边哦，你看。嘟嘟，然后要看有什么功课。His favorite toy is his car. 嗯，做好了。You got it. Good job. 现在萱萱还在继续做。Good job. 又再做好一个。他说先生现在就会一直做他的功课咯，尽量的做完咯，在休息节的时候哦。诶，因为大号啊，因为大号的关系啊，你看他第一题错，第二题对哦，然后先生他打算要再做多一次，老师会要他拍他功课咯，然后交上去哦。诶，你看先生的功课已经是全部做完了咯。我看见 miss 了。这边还有衣服哦，然后现在要去换一下衣服哦。天猫精灵，我在，你说，请设置9:57的闹钟。最后一堂课，华文鸟的。早上好，王老师，早上好。大小多少？一个大，一个小。一只大象，一只松鼠。拜拜，老师。就先上完课了，今天。呀！我去冲凉了。他给我去冲，我还没冲凉。首先你会做吗？嗯，然后要拿衣服咯。这一件啊。你也要穿这件美美。我要去冲凉了咯。冲好凉了，现在要去吹头发，阿爸爸帮他吹头发。我吹好头发了。现在我们要下去做什么？吃东西。我们吃
先生帮忙开饭。我们现在要开动了。今天妈咪煮了这一些，现在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我现在要休息30分钟，然后再做我的练习。我要做数学练习，1+8=2+6。所以现在拍给大家看学员做 mix 的时候喽。97+63。嗯。87。56。嗯。不会啦，最后来要算了。在那边算几题，他都。花了多久啊？半小时了。嗯、等下3点补习呀、啊。些功课，他要拍去给老师。已经补习完了，然后你还要做什么？做功课。然后继续做功课哦，就给他玩。喂，我嘞，哪里呢？给了，休息一下了。嗯。哦。嗯，乖。现在他开始暖了，啊，在这边。我们看他的 YouTube。Okay, 我们现在6:30，我们现在吃晚餐。啊，吃跟刚才一样的菜啊，把它 settle 完 ，OK。今天我们吃饱了，我们就会要出去外面走走一下喽。哎呦，都快！小心踢他，你要走他吗？这个是我们种的小白菜。呦呦，你看根这样大。妈妈是医生。还有一件在头上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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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ff. Ruff. 我告诉你们两个都是 Ruff， 我都是 Ruff。他没有 B。Ruff。这个是本周到底哪样来的哦？一粒哦 ，VG。然后 Agar 是一只哦。然后这个你来的哦？我是啊。啊，菇。孤孤什么？孤静。孤静是哪？Hello。孤达。很有信心的孤静。嗯。OK， 完成。妈咪，你看，我画这个。什么来的？那是萱萱啊！现在你要喝奶奶了。啊，自己泡奶奶。自己泡好了，走，生气了。睡前刷牙哟。给我的全部人听，一个人，两个人。国王有一个很美丽的女儿。给，现在萱萱要睡觉了了。Good night, love you. Good night, love you. 这就是萱萱的日常的一天哦。他们的课业是很繁重一下的喽，然后他还有补习，然后还有做那些练习。所以呢，星期六、星期日呢，爸爸妈妈呢都会让他很自由，他想要做什么都尽量给他做。萱萱明天又要上课了，对吗？他上课累不累？喜欢上课吗？不喜欢一点点，不喜欢一点点呢。你很累。
很累哦。但是晚上就沙虎沙虎，我会努力加油学习咯。你们也是一样哦，虽然我累，但是我会努力加油。我们要学习，然后过后变成有用的人，对吗？OK， 跟大家讲拜拜咯，拜拜，还有很多炫目 V 的影片呢。哦，订阅快讲。